还有还有吗？我看不愿意上台的，我要考一下是不是真的会，还是就不愿意上台的，是不是就真的是昨天连夜买的？你要吗？好，来好吗？还有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画面怎么样？好，这画面呢，目前这一边太空了，来，来来来来，像你看，像这个这一边这样就不错，好不好？哎，上来不要自肥，好不好？你什么自拍不可以？好，我们先把画面整理好，好不好？对，来来上来，还有吗？好，这样画面看起来协调多了，好。OK， 对啊，不要害羞啊。还没练好，没关系，动作帅就好。讲到帅吗？动作帅就好，这样也很帅啊。你这个，不错哦，你那小蜜蜂应该练好了吧？好，有的可以坐在那个台阶上嘛？对，有的坐台阶，好不好？有的坐台阶。就是画面好看啊，对，哇，这个画面相当不错哦。好的，这位同学，你那个葡萄孔吉他很好看，你要不要？对，你没有背带没关系，可以坐在对前。你可以坐在那个这个地方。好。来，齐真，请跟我们介绍一下，待会呢这一首歌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和你在一起？好，大家应该都有稍微练一下，我们现在对 key 好了。好，来对 key， 大家是一样的吗？嗯、基本上是蛮一样的。那个戴眼镜的同学，你的吉他这么好看，你来这里了，你来这里了，跟我的长得很像哎。好，然后等一下，我会数拍子，然后会弹的就跟我一起弹，还不是很确定的话，可以打拍子。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左手放在吉他上，轻轻放，然后吉他就会出现这种声音，这是一个打拍子的声音。那其他同学手上没有吉他的，你要记得，你自己就是一个最棒的乐器，你可以拍手。你可以跟着唱，你可以跺脚，或者是你可以发出任何的协助吉他手可以有一个正确拍子的动作，就靠你们了。好，好，台上，那台下你们也要准备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，全部有带吉他的人，我们要来大合奏。八号司令的人就起针哦，好不好？由你这边来。好，替我们大家。OK， 我会先数拍子。好，好，那会唱的人就我们大声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喽，三、四。
我们要很整齐的一起啊，然后听我的 cue 哦，和你在一起。